勘察了，设计了，建造了。因为山高谷深，那么导致了我的勘察很难的，一些机械设备是去不了，怎么办？能背能扛过去。在山多水多的情况下，沿线的地质条件就很差，需要避开的不良地质或者地质灾害点就很多，选线很难。不同的地质特点，我要选择不同的一些工程措施，这个就是增加了设计难度。所以说贵南高铁是西南间峡山区高速铁路的一个典范。